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，。哎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香味一直在引诱我。我有点饿，你一直盯着我们的关东煮。对啊，这个香味一直在引诱我。你看，把他们两个人就馋了呢。你们快干活！热烈推荐关东煮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真的吗？是我们梁杰小姐姐今天特调的一个口味。你要吃素的还是肉的？都要一点吧，牛肉丸吧，太好吃了，这很好吃，都是熟的，这个吧，这个就是类似于鱼豆腐，只是做成这个样子。先帮你煮，这样可以挂单子挂一点。你们自己煮的吗？是我煮的。也一样，就是挂单，我只能先处理个客人，然后牛肉丸，这个嘞，牛筋丸，对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牛筋丸。这个超好吃，是北极翅。想要点什么？这是辣的、咖喱的、清汤的，还有卤味。关东煮特别好吃，真的。很好，谢谢。这是咖喱的，好的，这个很好吃。客气。哇好厉害。来，关东煮是我们的梁杰小姐姐今天亲手调的这个料。哇，这个吃了是颜值也会提升是？对，会像梁杰一样的颜值爆表。哇，有辣的、咖喱的、清汤的，还有卤味，我们是新推出的卤味。就是你给我挑选这些食材的理由是？满满的蛋白质，加上十三香的口味，让你身强体壮，冬天滋补啊！这是卖的最好的。因为今天我们的关东煮卖的特别好。是吗？特别，那怎么还有剩呢？就是因为特意为您准备的。哦，谢谢。神先生，我先帮您放到里面。神先生，哎呦，这个名字获得一个新称号，谢谢。我帮您先拎着。你可以慢慢享用。谢谢。好的。来当吃。谢谢。店长请客。哦，谢谢。好的，期待常常来监督。好的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好，下次见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欢迎再度光临。欢迎光临。Hello。就是其实我是那个上海本地的一个美食博主。那太好了，那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推广。对，我们梁杰小姐姐做的关东煮简直就是人世间的美味。比一般的麻辣烫还厉害，但我这边是有点想，就是想测评一下下午茶。下午茶，那推荐一些小蛋糕。月月，给我们的博主老师推荐一些小蛋糕来。好呀，这边有这些面包类啊，蛋糕类啊，不太精致。那边有蛋糕，小蛋糕类的，然后还有奶茶、咖啡。这些呢？感觉不错的样子 ，get。好，谢谢，欢迎再度光临。在美食博主上，赶紧在那个部落格、那个网络上帮我们多多宣传，就说我们员工都很秀色可餐，谢谢。国色天香，国色天香，十三香，十三香，都很十三香。OK。期待您的视频。
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，欢迎夏光临，再次光临花花便利。仿关东煮，哇，好香啊！早。哎呀，第一个来的。是啊。又是满屋飘着香气的关东煮。是吧？你吃早餐了吗？喝了一杯咖啡。你要喝咖啡吗？我本来想点一杯，但是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低下来了，杯子都放不进去了。先给他们做个咖啡吧。这个怎么搞呢？这个怎么做呀？这个好，你先歇一会儿。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低下来了，杯子都放不进去了。这不就高上去了吗？哇，太聪明啦！我研究半天。你要现在喝吗？我想喝，喝一个热拿铁吧。行。今天有新的菜品，玉子烧。啊，是吗？在哪边啊？那里那个黄的。哦。其实我还挺喜欢吃那个白萝卜的。没有啊。一会儿我再进去找找。你要加奶什么的吗？拿铁就有奶了，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哎，我今天早上来得及吃早饭都，一会儿打算买两个。我能行使一下店内员工的福利吗？而且今天你看有玉子烧，这个玉子烧跟茶叶蛋好吃哦。这个是啥？豆干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哦，我要两个。好的。谢谢。哇，好好吃啊！哇，好好吃啊！就吃一个关东煮。哦，刚刚那个阿姨太热情了。怎么样热情？我的身家背景完全被她调查了一遍啊。对，她要给你相亲了。我一直说要介绍给你，她说她朋友很多女儿以后要来找你了。啊，是吗？对，我说子路可以。太棒了，我以后不用愁，我以后是终身大事了。吃不吃关东煮啊？吃辣的还是辣的还是不辣的？都可以，都有。你很有灵性，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是吗？我就避开了乱七八糟的。你不吃饭吗？我吃，我坐这儿吧。哎呦，来，谢谢。好好吃。哎，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，就是学校有小卖部，有卖麻辣烫，然后就和你做这个关东煮味道差不多。我也喜欢吃，但是小时候就是没有钱，然后他觉得大家能吃上，就是能吃得起麻辣烫都特别厉害。我小时候最常买的就是小布丁，5毛钱。小布丁太好吃了，太好吃，但是现在都涨价了。你吃没吃过那个，就是？橙色的那个圆柱形的那个冰棒，里面还有奶油，叫什么大冰棒？对，那种感觉，对，还绿舌头，还有猴王丹，我们叫滑滑丹。哦，我居然吃完了一整份饭。好吃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那个猪排还蛮好吃的。饭要好好吃。而且我都吃不了零食，我只喜欢吃饭，饿了就得吃饭。我帮你拎。我来，没事。我帮你拎。谢谢。